Go Go， 我们去咖啡馆啦！好漂亮啊！现在我们要去咖啡馆，但我不知道在哪。绵绵，这么好的天气，
我。开心呀、啊！其实他想要这个，但是这个也好看。看他这么开心，哦呜呜！Okay, 开心啦，满意啦，要去等车了，901不来。车不来呢，就看看烟花吧。谢谢，回来啦！又是他，那个房间。我觉得他也回家，可是他忘了关灯。好的，我们回到我们的宿舍了。今天。很开心，困了，我也是。那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拜。